他是舞台上的璀璨星辰，荧幕前的灵动光影，歌声中的深情诉说着肖战，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多元的艺术才华，绘制出一幅幅深入人心的画卷。身于巴渝之地，长于长江之畔，肖战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与温润如玉的艺术气质，演绎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，唱响了一首首动人的旋律，书写了一段段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。 光影交织，角色入魂，从燃烧吧少年的青涩出战，到《陈情令》中为无限的风华绝代，肖战以扎实的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，赋予每个角色生命与灵魂。他在《哦，我的皇帝陛下》中塑造的北唐墨染，清贵儒雅，智谋过人；在《斗罗大陆》中化身唐三，坚毅果敢，热血激昂；在《大王派部队》中诠释的惊人形象。 铁血柔情，家国情怀，每一个角色的转身，都是他对演艺事业的执着热爱与不懈追求。每一次荧幕亮相，都是他与观众共享故事，共赴情感之旅的真诚邀约。生动人心，乐韵悠扬，肖战的音乐之路同样熠熠生辉。他的声音清澈纯净，如同山涧溪流，直抵人心。无论是无忌中与王一博合唱的那份江湖豪情， 还是沧海一声笑里独揽天地的豁达洒脱，乃至我的中国心中饱含赤子深情的爱国赞歌，每一首歌曲都承载着他真挚的情感与深厚的音乐素养。余年的婉转抒怀与庆余年的磅礴大气相得益彰，更显其驾驭不同风格音乐的能力。这些音乐作品不仅是他艺术生涯的华美点缀，更是与粉丝共鸣、传递正能量的桥梁。 跨界探索艺术无界，肖战在演艺事业之外，不断挑战自我，拓宽艺术边界。他在央华版话剧《如梦之梦》中，以肖春深一角深入戏剧殿堂，以细腻入微的表演诠释复杂人性，展现其在舞台艺术领域的深厚潜力。此外，他的身影还出现在品牌宣传片中，如为开小灶与地兰渗血代言时，肖战以诗意盎然的文案与镜头语言。 勾勒出品牌理念与个人特质的完美融合，展现出其作为公众人物的影响力与商业价值。公益践行、社会责任，肖战始终积极投身公益活动，用实际行动传递爱心与正能量。他以自身影响力倡导环保，支持教育，参与各类慈善项目，身体力行的履行社会责任，彰显了公众人物的公益担当。他的善举如春风化雨。 润物无声，影响并激励着无数粉丝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，共同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。结语：肖战，一位跨越演艺、音乐、戏剧与公益领域的全能艺人，以其谦逊的品格、敬业的精神、卓越的才华，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与业界的认可。他如诗般的人生，既有激荡人心的角色塑造，又有触动心灵的音乐创作。 更有对社会公益的热忱付出，未来肖战将继续以赤诚之心，在艺术的海洋中乘风破浪，以更丰富多元的作品回馈观众，以更积极的社会行动践行责任，不负韶华，砥砺前行。